大家好，我是 Randy Agent Hanson Lu 陆先生啊，欢迎来到 Binning Tower at UBC 啊。那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UBC 这个新的楼盘，崭新的楼盘。大家看到了，在我背后是这个楼盘的模型。那这个楼盘呢，是目前在 UBC 唯一正在发售的钢筋水泥的这个大楼。我们楼高总共有26层，实际的层数是22楼。那我们底下还有一些汤号，楼上有一些顶层的单位，非常豪华的顶层单位。那这个楼盘，现在呢，我们已经销售的这个进度呢，就是非常好，我们已经有40%的这个销售单位已经卖掉了。那这个楼盘本身，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房型给这个提供给客户，我们有一房的，也有两房的，还有三房的。那我们一房呢，从这个529开始，630尺哈。那两房呢，从790尺开始，这个还有我们三房呢，从1030尺到这个1500多尺都有。那这个楼盘的特点呢，刚才我说了，目前是唯一一个正在发售的一个预售的一个钢筋水泥的楼盘。有海景，有公园，大家知道戈壁就是它的这个太平洋精神公园，有750公顷的这个森林，那可能要花3个小时才会走完，这个是独特的地理位置。这个整个在 UBC 这个 Westbrook Village 里面呢，我们是在最公园边上的一个大楼。那大家为什么来到 UBC 啊投资这个楼盘呢？我从几个方面给大家分析一下。第一个，这个 Binning Tower 是一个坐落在 Westbrook 这个新小区里面的一个高层大楼。那大家知道买房子，现在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啊。一个我们独特的位置呢，就是一个校区房。校区本身，那我们知道校区房，我们从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好学校，小学优秀小学还有优秀中学都是整个 BC 省排名一直都是在前3名的这个公立学校，还有这个 UBC 大学，大家更不用说了，在加拿大排名前3的，在加西第1名的，没得说哈啊，在整个世界也是排名前30的，我可以这么说哈。那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地方，一个校区房，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地理位置，这个楼盘的地理位置，刚才说了，紧靠这个750公顷的大森林公园。第二个，我们有这个小区的 Westbrook Village 一个支持，那这小区里现在已经非常功能非常完全了。有这个超市，有银行，有社区中心，还有其他的餐馆，所以如果大家居住在这个小区里，不用出门，基本上这个生活的需要、生活的功能都齐全了。还有一个呢，因为我们在属于 UBC 校园里一个小区住宅中心，那如果住户在这边呢，可以免费的享用 UBC 的图书馆、UBC 的这个植物园，还有人类学博物馆，还可以以优惠的价钱呢去 UBC 的这个游泳馆、健身中心啊，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娱乐还有消遣的一个地方。那如果很多人想居住到这边呢，这些东西呢，公园从这个图书馆，从这个运动中心，这些都已经应有尽有，而且是整个温哥华是高档次的一个运动社区中心或者公园，不是仅限于 UBC 一个校园这个级别的，应该是在整个 UBC 范围，都是整个在温哥华范围都是顶级的，包括图书馆，这些都是顶级的。那还有第三个呢，我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UBC， 我们 Binning Tower 是为什么是大家一个置业的一个首选。我们现在推出很多这个大的房型，有3个房间的房型，3个套房，3套卫浴或者3套半卫浴。
那我们现在有一些客人为什么买到这边来呢？就是第一个有自身的需要，孩子要上学了，不管是上小学、中学或者大学，他都有他的需要，那家庭可以一起搬过来，我们提供这些豪华的住宅。那我们看到很多把大的房子卖掉了搬到这边来跟孩子一起上学的，所以这是一个需求。第二个需求群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趋势，很多买家就喜欢住到这边来，因为大房子卖掉了住到这边来，就像刚才我说的，有公园，有设施，有这个购物，这些都应有尽有。那再加一点呢，交通也非常方便，大家知道这个整个 UBC 的这个交通网络非常发达，我们这个小区里有两趟公车直接进入到校区里去的，都大学校区里去的，然后那边有个大的这个交通总站，汽车总站，那去到哪里都不成问题。那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这些大房型呢，目前呢就是我们销售呢情况就非常的好，因为整个大楼本身呢，我们的设计也是根据 UBC 的这个长远规划，从绿色环保还有这个能源节能的这个需要，我们都根据这个最新的要求来进行设计，所以我们这些方面呢已经做到能够跟上现在的这个家庭的需要。所以我们觉得 UBC 这个 Building Tower 呢是一个目前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具有非常好的投资潜力，也是目前一个正在我们唯一发售的高层公寓的楼盘，而且大小户型都有各种不同城市的需要。好，谢谢大家。那等一下我有一个同事呢会带大家进那个样板间里去介绍一下我们一些具体的细节。好，谢谢。